关于这次比赛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想法就没什么想法，就是一般这样，一参加比赛的心情下去比啊。嗯，对啊。那你觉得我们这次办比赛的那种方法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？方法改进，说设备方面还是？对，不管各个方面，就是你觉得我们可以改进的地方大概是哪里？可以改进的地方。赛事不用打那么久。赛事不用打那么久。对啊，那个打那个太多场了。嗯，因为这我就觉得像，就是一开始嘛，就谁打谁，就直接三局定胜负。对啊，三局定，没就一次打完，就换下一个，换下一个对手。那这样一直轮子，比较好分啊。对啊，你也计算分数也比较好计算。你像你这次这样有时候是我跟你，或者是我跟他，那下一次换用他跟他，这样不会觉得赛制上流程会有点乱，比较混乱啊。对啊，不然就是你第一位选手，就照着那个赛程表，那些方格上面再去，例如说老柯第一个，老柯第一个对手是谁？是你吗？然后你跟你打完三局，就连一直打下去就对了。你打了三局，然后再换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，就有点像是第二天打的那个方式，就是在房间里面直接开始轮。对啊，这样比较顺。然后你也比较不会用流程，也比较不会搞错。然后打的速度这样会比较快。对啊，一个人打完就 OK 了，就换下一个。OK。宝贵的意见我们会采纳的。然后这次比赛，关于这次比赛，你觉得谁最表？最表当然是牙签。靠北，牙签是谁？就是我。就是那个该死的主因为我们这次比赛的话，因为毕竟是比较线上的比赛，所以没有，目前是没有准备真实的礼品啊。但是一样有给冠军的殊荣。现在就要拿出象征性的物品来给你的。没错，象征性的。拿一下。江，奖状，恭喜红四拿到第一名。验一下，又验一下 ，OK， 好，今天采访就到这里完毕，耶、yeah. 。